黎巴嫩再有内阁成员因为贝鲁特仓库大爆炸引咎辞职。继新闻部长萨马德和环境部长卡塔尔之后，司法部长纳吉姆亦都向总理迪亚卜请辞，并形容今次事故是一场灾难。他上个星期视察受爆炸影响的地区的时候，被民众包围和喝骂，当地已经连续几日爆发大规模示威，要求改革并重新举行大选。